家收听紧嘅系《同心圆心之旅程》早晨拣选之旅，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DJ 马马，各位团友大家好吗？我以前隔篱屋住咗一个婆婆，已经唔喺度啦。佢叫做许婆婆，许婆婆好中意同我讲佢家族嘅故事，特别系佢初归新抱，啱啱嫁入许家嘅辛酸史。我听咗100次。话说佢好似当年好多女人一样，都系盲婚哑嫁噶，完全未见过佢嘅老公同埋未来嘅家公家婆就拜堂。结完婚第日5点钟就要起身，同屋企所有嘅女人一齐斩柴、煲水、煮早餐、抹地、服侍上公同埋家公家婆洗面。完全是真实的粤语长片。他说嫁入大家庭，很多人根本就不到你话事，没人会听你讲嘢噶，一个人都不识，由朝做到晚，加上又没人工，吃饭都只可以吃送头送尾，还衰过啲妹仔。所以许婆婆练就了一种特殊的技能，就是审时度势，忍气吞声，好识睇人眉头眼额，同埋好识照顾人。而许婆婆待人又真系好温软嘅，除咗对住佢自己嘅新抱同埋服侍佢嘅工人姐姐，就会好挑剔、好猛整，同埋只有弹冇赞。我试过问过佢点解嘅，佢轻描淡写咁话：新抱嘛，下人啊嘛，唔可以纵坏噶。我以前呢，饱饭都冇得食，而家咪算对佢哋好咯。跟住对住其他人，佢又会变翻一个好温柔、好彬彬有礼嘅人。温柔系一种好特别嘅质素。乔治·伯瑟尼曾经讲过：，也许冇任何嘅美德够温柔，更少为人所祈求或者培养。事实上，温柔往往被视为属于与生俱来的气质或者外在的态度，而不是一种基督徒的美德。而我们亦都甚少将不温柔看为罪。温柔是圣灵果子第八个导向，今日我们思想温柔。与其他圣灵果子的导向一样，温柔都是源于爱。圣经里面温柔英文译作 meekness， 除了带有外在的状态，亦是一种不以自己为本的顺服心态，是由心底里面散发出来的美德。按照新约希列文字典的解释，温柔是指一种合适控制中的能力，亦是一种对神旨意的完全接纳，既不抵挡亦都不争执的性情。在圣灵的果子爱的礼赞中指出，圣经里面温柔的人是指不靠自己的力量，而只依赖神的人。他们深信神一切的作为都是美好的，而神会藉着患难逼迫炼净他所拣选的人，同时他们会相信神终必为他们伸冤。这个社会不是很重视温柔，因为我们比较着重结果多过过程，而温柔就是看重过程的质素。所以我们会求智慧、求能力、求事情的结果，但我们很少求温柔。我们重视效率多于关系，看重力量多过服侍，渴望胜利多于屈服。看电视，我们喜欢看人真真有词、词锋锐利的争拗。看戏最高销量的超级英雄系列 Avengers， 全部都是看不同的阵营以超乎想象的暴力摧毁对方。我们对智慧和力量的彰显感到快慰，对言语或者实体的暴力没有丁点的反感。讲到尾，我们渴望温柔和顺服，不过是你对我温柔，你对我顺服。圣经里面温柔的顺服不等于没有能力，好像雅各书比喻将着环放在马的嘴里面，
马仍然是强壮有力量的，只是经过驯服之后，他就听他的主人话。耶稣的一生布满温柔的片段，但你从来不觉得他软弱。他被污蔑，默不作声，但你不会觉得他糊涂，不问对错，反而更加会见到他的坚定。所以温柔不是无能，反而需要更强大的心力，更宽广的包容，才可以持续。当我想到耶稣独自背着十架行向这辛酸之路，疾风嘲笑，旁人在耻笑责骂，他却决心为我受尽痛苦。天也昏暗，疲倦且软弱，鲜血在身，他却甘心坚持。原是主真爱，情愿舍弃性命，忍受痛苦，在十架上为我死。在我心不懂去思，不懂去想，事实是这般，为何你对我深爱，我始终未明了。难道我只得半知，只得半解，事实是这般，原来世界最美的爱是你牺牲不变的爱。有关温柔的教导在圣经里面到处可见，例如保罗勉励提摩太话：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雅各书将温柔和智慧相提并论，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可以见到圣经对基督徒拥有温柔这个质素是重视的，并且纳入一个属灵的框架来看。这样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不懂得温柔呢？又不是。不过我们很少将重点放在内心的温柔，反而会留意外在的温软顺服。例如我们在家庭聚会、客人或者老细面前，又或者是未追到手的情人面前，都会很温柔，很有美音，很多 emoji， 斟茶送礼灌水，周围请人吃饭，随传随到，半句不好听的说话都不会讲。但是这种的温柔，其实讲穿了是一种交易的手段，抽客冧人都是为了同你建立关系，然后从你身上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要我和颜悦色地对你得，但是麻烦你都懂做啊，这个世界哪有免费午餐的。而到有一日，当我不需要你，或者你再没用处的时候，未必一定反转猪肚的，不过就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一副嘴脸了。又或者好像许婆婆那样，在大家庭里面被迫忍气吞声，百般的温柔，你以为她被磨练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吗？但有一日时移世易，原来里面的苦毒还在这里。转过头来，以前被猪般欺压的媳妇，翻翻嚟欺压翻自己的媳妇。
所以圣经多次将温柔和良善连在一起，因为当一个人有温柔但是没有良善，是极其可怕的事。今日我们城市充斥着的就是满口仁义道德以他人为本的伪君子，看到大家都麻木了。但是伤得最深的、最可怕的就是没有良善的温柔，因为它是披着羊皮的狼，是一种背叛、欺骗和贪婪，骗取你的信任，再从你身上得到它原本不会得到的好处。耶稣基督在地上展现属神的温柔，这份的温柔由内至外散发出来，是对神对人的全心信服、牺牲和服侍。耶稣活出上下颠倒的天国秩序，不止人的国度看重权贵、有钱、骄傲的人，反而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亦都展现跨界别的温柔，以爱劝勉犯错的人，以宽恕面对仇敌。今日我哋喺圣灵里面学习放低以前虚假嘅温柔面具，放低以前嘅伤痛，重新顺服于圣灵嘅带领，活出天国柔和谦卑嘅爱。今日听过嘅有 Love 专辑嘅真爱，我哋之前提过嘅操神拣选为香港守望敬拜赞美音乐会已经正式公开发售啦。今次音乐会的诗歌和节目的所有编排都是为了这个城市这个时刻度身订造，好感动，好落地。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好希望见到大家，我们同心为香港为世界祷告，愿意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温柔到处生根结果。各位团友，话这么快我们又到新的景点了，而家可以自由活动，尽情探索，做个由内至外，再由外至内的温柔人。啲重担啊、忧虑、多余的执着，可以交托俾主。两个星期之后，翻嚟呢度，我哋心之旅程再上路，下站见啦。